什么叫做只会打、只会健身，不会打球？他现在就来蹭人家，我体能有多好？你们去问。我以前打篮球之前啊，先跑3000，跑完再去打。一气的，怎么还有在打球的欲望啊？禁区转身，左手放进。哇，这第一节跟昨天的第一节就不一样了。连郭董都来看对好比赛、啊。那另外就是馆长了，也穿了云豹今年呢他们的口号 T 就是特有种。是。他做的战术应该是就三个人包他，牺牲掉外面，把外面都放掉都没关系。所以其实魔兽来云豹对于进攻非常有帮助，但是可惜的是，为什么没有人跑篮下？为什么没有人？大家知道嘛，高低档位高低拆嘛，一两个人、三个人重心在他身上的时候，照理说你篮下、啊、或者说另外一边跑动啊，你随便跑都有空档位出来。可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在动。什么叫做只会打、只会健身，不会打球？他、啊、现在就来蹭人家篮球，我打得没有很好啦。说实在话是这样，因为我也没有很高。但是他的确在我年轻的一个超过15年的岁月里面，占了我人生当中15年，打不停。国中15岁开始，也是因为篮球我才开始在练重训。我也希望让自己壮一点。你们回去泸州的小朋友，你们去问，关于馆长打球的事迹有很多传奇，你们自己去问。我不想要在这边臭屁的，毕竟。那都是当年的事情，你们可以去问泸州三民国中的学弟，泸州国中三民国中的学弟，你们自己去问馆长以前在三民高中泸州打球是怎么样的风格，我体能有多好，你们去问。我以前打篮球之前啊，先跑3000，跑完再去打。我学弟在那等我跑完了我才过来篮球场，因为篮球场跟那个田径场他们就很近。他们都看到一个神经病穿着一个海军陆战队的短裤，然后在那边脱上衣，在那边拿着一个 CD 随身听，在那边跑3000，跑完了之后又跟他们打篮球，打到晚上去。你去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